随着摄影器材的普及，许多民众都会用手机、相机记录生活。为了发掘在地的美好，中嘉集团秉持在地媒体精神，除了与政治大学合作推动媒体试读教育，更积极培育影像制作人才，号召民众制作多元的传播内容。媒体素养教育的第四个环节就是鼓励大家制作传播的内容，这是为了要让意见市场更多元更丰富。那这个增建计划呢，除了鼓励大家可以有一些拍摄影片的一些补贴之外呢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面出现的内容更为多元丰富。而且各地的在地记者都是，如果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内容的话呢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各地非常美丽的风景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中嘉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，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制作。增建主题分为新闻影片组、短片影片组以及节目组，入选新闻影片可获得2000元，短片5000元，节目每集补助5000到2万元不等。欢迎民众一同用镜头呈现自然生态、人文艺术与多元丰富的在地特色。中嘉集团在全省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啊，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经营区域，而每一个经营区域都有不同的人文历史特色，所以呢，我们非常希望让在地人说在地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这次增建的计划特别提拨200万的奖金，希望让地方的民众、社团、学校、学生能够更积极参与整个新闻短片以及节目的制作，只要作品入选就有奖金哦。那另外我们也透过这个在地影像培力营呢，来深耕这个媒体试读的教育以及提升媒体素养。凡是对影像有兴趣、喜欢用镜头记录在地人事物的民众，不分年龄、不分个人团体，都可以向中嘉宽频各地有线电视洽询，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